我叫何大力，我是一个考古学者，我一直以为我致力于古迹的探索，要不是我本心难移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卖神壶了，金瓷三件，先到先得。老者，神仙壶是做什么用的？神仙壶只要用手搓一搓，狐仙就会出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哦，听上去很高大上啊！神仙壶多少钱？圆形的壶100000，葫芦形的40000，神能形的100000。为什么神能形的这么贵啊？因为它能实现三个愿望。好吧，我要圆形的，给你100000。主人，你有什么愿望？给我变一个女人。主人，伦家听你的吩咐哟。我可不可以换那个葫芦形的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要补差价。主人，你有什么愿望？给我变一个女人。主人，我任你蹂躏哦。我要换那个神灯型的，差价给你。主人，我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。先给我来个美女，太好了，再给我无数金银财宝。哇、哦！主人，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呢？哈哈哈，我似乎已经满足了。神灯啊，最后一个愿望给你了。我叫何大力，我以为我此生再无所求，要不是我有仁慈之心，我差点就信了。